很多花友啊，总是不懂如何给兰花施肥，总是不小心呢就会产生肥害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施肥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给它在花盆里面埋上好康多这种长效缓释肥。那么它首先呢，不仅含有充足的氮磷钾，还含有各种微量元素，是一种全能的缓释肥。其次呢，就是它的肥效期非常长，可以持续半年的时间。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呢，它就可以缓慢地释放养分给你的这个兰花生长，而且完全不用担心产生肥害，直接在盆土里面呢撒上一到两勺左右就可以了。好康多这种肥呢，不仅养分非常的全面，而且肥效非常的温和，不容易伤根，所以非常适合给兰花使用，一般养兰老鼠了用的就比较多。好了，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